下一位是梁國雄議員。咁啊，梁國雄議員發言之前，我想講咧，我會延長個會議15分鐘，俾所有同事咧係問曬第一輪發言嘅。梁國雄議員之後就係張超雄議員。主席，首先想問啊馬副總裁啊馬少祥副總裁，你以前喺一間咁有名嘅即係土木基礎設施嘅公司嘅大財團嘅執行副總裁。你都知道同啲客開會嘅時候咧，要帶啲文件去嘅係咪？你以前去開會嘅時候，如果傾單生意，你會唔會話俾啲客聽我冇帶文件噶？會唔會啊？你而家到底係做緊生意，做緊副總裁啊，抑或做緊副局長？你嚟呢個地方可以唔帶部冊嚟嘅咩？我而家叫你啊！快啲叫你個隨從啊，攞翻落嚟啊！喺隔離咋？你咁都推得嘅？我問你，你到底係唔俾益或冇帶嚟？啊，馬議員，啊，馬局長。主席，我手頭上真係冇呢啲嘅文件，相關文件喺手上。咁你後尾又答啊羅冠聰議員嘅時候，你又話有啲嘅商業嘅秘密唔俾得我哋？馬局長。剛才我們說了兩件事，你說得很清楚、啊、剛才我們說的就是、梁議員所問的就是合約條款，我告訴你、我記下了，你跟那間公司的互換信件而已，即是互相那些 correspondent 都不看得、說涉及商業秘密、不是說你其他東西、馬局長，我想你的 correspondent 是什麼秘密、你說那些不得嘛，你問過陳茂波未㗎？你咁講，即係話佢俾人哋揭發咗之後，你走去問佢點解會咁？嗰啲嘢啊，你都話唔可以俾我哋啊！你到底你講清楚，到底係你唔俾得又冇帶嚟？馬局長，我想我們剛才的同事呢，有不同的同事，包括陳淑莊議員都有提出了要拿一些資料，包括那個合約啦，還有你們那些罰則啦，以往有沒有做人，即是有人做過一些問題啦。主席，另外就是剛才梁國雄議員說那個你答羅冠聰議員提的一些書信來往的文件，這些哪些資料你是會你問他為什麼這樣？你給我問題先啦，梁國雄議員，你可不可以告訴我們，你剛才說你會補充，會後補充的，你會後補充什麼文件，哪些給得，哪些不給得，你可不可以講清楚一次啦？主席，我們會後呢，我現在就出去搶包你文件了。梁議員，你又不要搶東西，乖乖，保安同事，請你坐回位，你的文件有沒有先？你坐回位吧，梁議員，你有沒有帶文件來先？喂，梁議員，這樣又不行的。梁議員，如果用 PMP 他一定要帶來的嘛。梁議員，請你坐回位吧，你這樣拿東西是不行的。咁而家你都話依個唔係權力及定條例嘅會啦，係咪？警察職能嘅，而家你唔好同佢為本會嘅尊嚴撕咗呢份嘢先，二萬個人係真嘅。阿梁議員，請你俾翻佢啦，今份文件。佢冇錯，可能真係冇帶嚟㗎嘛，今日。阿梁議員，你。梁議員，權力及特權條例，佢唔理就啦。梁議員，我警告你噶啦，如果你再唔坐翻埋位，我要執行議事規則噶啦。唔該，你俾翻份文件人哋啦。梁議員，唔可以咁。梁議員，你咁樣我係會。主席，阿朱議員，你俾翻份文件佢啦。主席，主席，我哋希望你。跟住梁議員，請你錯嘅，請離開呢個會議室。梁國雄議員，請你離開呢個會議室。冇事，我哋議員，我哋暫停會議。主席，我哋要求攞翻個文件。嗰間公司攞嘅係點解你？主席，我哋希望攞翻個文件，相關文件。你係咪想要個證書我而家？收翻啲文件。你係咪？